体坛消息，我国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今天在澳洲公开赛女子62公斤级登场，她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在金牌战以直落二击败了日本第二种子平林霞，拿下了今年首面的金牌。赛后，罗嘉玲的教练罗聪达在脸书贴出了颁奖的照片。罗嘉玲继世锦赛、比利时公开赛拿下银牌之后呢，终于在今年下半季的赛程拿下了第一面的金牌。罗嘉玲表示，已经许久没有拿下金牌，相当的开心。后续将继续备战7月底的成都市大运，以及9月的杭州亚运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